同志们，这是你要求我们老友记做出点红肠的一些热菜是吧？对呀、啊。今天我们做到了啊。然后这红肠其实啊，直接即食，一掰、哎、一吃也行，哎，嘎嘎好。哎呀，好。各位同志们啊，认准老友记红肠。同志们好，我今天用红肠，哎，炒五道菜，哎，红肠五种吃法呗，也是五种吃法。对，同志们，咱看看这个红肠。看看它这个质感啊，看没有，这个弹性很高，很充实啊，很实正是吧？这里边对。然后咱们现在开始啊，同志们。好嘞，我现在开始改刀，红肠我现在给它切片啊，看就斜刀这个片就行啊。我们今天选的是辣妹子啊，这个味道呢比较浓啊，辣味挺好。空锅现在把辣妹子先炒一下。炒出香味儿啊！炒了两分钟，炒蔫了。哎，红肠下来。哎呀，加点糖啊，再加点味。花椒酒，放点花椒。哎，出锅之前加点香油啊，味道嘎嘎的。来，出锅。第二个红肠炒面是吧？也也也，第二个红肠炒面，完了这红肠咱切丝是吧？你行不行啊？行。三，哎，说第二菜啊，红肠炒面。你看行啥行啊？别老了，老实了，直接干老实了。谁买的辣妹子？买就买呗，买这么辣的干啥呀？来，来准备。好。等会儿这些菜没法吃。这一个全整老实了吧？我老实了。服不服？服。洋葱，我切点洋葱丝儿啊，增加葱香味儿。胡萝卜切丝儿啊，给它搭配颜色，增加口感啊。水开了，下面条，煮到八分熟之后关火，加点凉水，咱捞出，给它投凉。起锅烧油，加点葱姜，放点油子，胡萝卜，洋葱，好，带锅去。哎，红肠，红肠，哎，炒面漂亮，来点酱油。哎，面下进去。这个味道啊，和炒法都有很多种炒法啊，这不一样，有搁番茄酱的啊。对，今天咱酱油是吧？对，来点老抽，带点盐，加点味 ，OK， 再加点明油，出锅是香油。好嘞。第三个菜，红肠炒酸黄瓜，滚刀块啊。红肠切菱形片，起锅烧油，咱们红肠煸出香味来啊，煎一煎哈。对，煎能有两分钟吧。这个两面呢有点干皮儿，哎，出香味了。这时候下酸黄瓜，大火爆炒。对，来点味。来点糖，带点胡椒粉，出锅了啊！哎，第四个菜啊，红肠烧冬瓜，先把瓤给它去啊。好，还切厚片啊，红肠切片啊，水里搁点盐，搁点油。加点底口啊，好嘞，焯一下，焯两分钟，咱就捞出，焯时间长就过劲。好，起锅烧油，下冬瓜。好，啊，红肠加进来，加点水，烧一下啊，不用太多水。
加点盐味，勾点芡啊，鳞片，对，加点香油。好嘞，出锅，烧个两分钟就行，入味。第五个菜啊，红肠炒饭。红肠切丁啊？对的。胡萝卜切丁，洋葱也切丁啊。先把鸡蛋咱先炒了，是这样？对。炒成碎儿啊，先把洋葱炸一下。炒好的青豆和胡萝卜下来，来。哎。加红肠。加点隔夜米饭啊，这是凉的。炒散之后，我们加点盐，加点鸡精。好嘞，鸡蛋啊、哦，哎，好嘞，出锅了。老友记的红肠啊，很多种做法，炒、溜、炸、烹、烤都可以。哎，今天出这五道菜。是不同的风格，不同的味道，不同的感觉。同志们，这是你要求我们老友记做出点红肠的一些热菜是吧？对呀、啊。今天我们做到了啊。然后这红肠其实啊，直接即食，一掰一吃也行，哎，嘎嘎好。哎呀，各位同志们啊，认准老友记红肠，是不是？对呀、啊。可以在家做起来啊。哎，用老友记的红肠做菜，每日烟火气，尽在老友记。